我想要钱，我要当个有钱人，不管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的名字叫若依，我的女儿。这是我女朋友，她叫桑雅。她竟然没死。桑雅，你在跟我耍什么把戏啊？你说你想要什么？我真的听不懂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冒充桑雅身份的若依，她的阴谋何时会被揭发？10月31日起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寻爱记。